区别。它都是灵长类动物吗？不是那个猩猩，是……算了。这个默默无闻的月老果然很厉害。地球上的坏人都长得这么好看的吗？他看到我都变成这样了，会不会主动照顾我呢？放开！哎，干嘛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方龙，哎，什么人啊这是？柴姐，小布，你们在家吗？柴姐，小布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呀！不是吧，这么惨，九又扭伤，家也回不去，柴姐跟小布也不理我，好惨的一个外星。每个人都第一次，小七，你能不能温柔一点？脱掉，脱掉！别动，脱！疼啊！喊痛，你温柔一点啊！小七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身上很痛。小波，谁下门了？点，别乱动！哦，别动！小波，很痛。啊！别乱动！哎呀，痛，轻一点，很痛啊！哎，第一次！哎呀，别乱动！哎呀，第一次摔要很痛，轻点不行吗？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。骗子！啊！你说你家里没人？我这里勉强让你住一晚。哎，你该不会是让我一个人住在客房里吧？你不四肢无力吗？啊，四肢无力了，刚刚回光返照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有病了，你得相信我。有病就赶紧睡啊！啊！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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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，我晚上发病的时候会变冷，会喉咙。特别冷，你得陪我。我好冷，你得陪我。啊！这样不会冷了吧？是不会，哎，不行，不行！你怎么这样？你以前最怕我变冷了，都是抱着我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的，抱着你睡。嗯，好，等我一下。这样不会冷了吧？看你中的什么手。是不冷，这温度挺好的。哎，别把帽子摘了，你不是冷吗？别摘啊！啊，你都冒冷汗了，你看你。
我再给拿一点。哎，不用，等什么？别等了。那个，我，你是不是忘记我有一个小习惯啊？我晚上睡觉会踢被子的，被子踢开了还是会着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得需要你陪着我才可以。我知道了。啊，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哎呀，啊，哦，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！不就收集点荷尔蒙吗？至于这么大尺度吗？你要干什么？